从小到大我想象过各种恋爱，可现实生活中我的每段都失败。他们说、哦、他们都说你这个样子怎么会有人爱、所谓欲擒故纵到底怎么发挥，再装半天什么他就多爱你一点。他们说、哦、他们都说要成为某个样子才能够被爱、为什么为什么要像他们说的一样，我不想我不想像他们说的一样，一定有一定也有人跟我一样。他们说，他们都说，要成为某个样子才能够被